谢谢，谢谢朋友们的掌声，非常的热烈，我们心情十分的高兴。刚才呀说了这么几段节目，掌声热烈啊，特别激动，特别激动啊！哎呀，这是我第三次出台，按说呢，这都是我送的，嗯。第三次出现在舞台上，哎，依然是很高兴，对，依然是很激动。头一个说的是我自己的事儿，第二个呢，关于唱戏的这个节目，腿子活。这场呢，咱说点他的事儿。哎，这位，怎么说我的事儿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，孙悦孙老师，我还有事儿。其实呢，他是一个有钱人。哎，您说这干嘛？家大业大，嗯，什么都有，有一辆汽车，有车呀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的汽车，车好呗，七手的奥拓。您等会儿吧，我听都新鲜了。怎么了？我这汽车我不管。嗯，您实数吗？实数啊。您再比划我瞧瞧。这是七啊。您九，这是九。你比划的九啊？这是七。这七十七。哎，这个行。风口还都有毛病了，有一辆七手的奥拓，叫这破车，车牌照青 A 的，不，这青海的牌子，清朝的牌子，哎对，清朝的牌子，对，哎呦，还青 A， 嗯，那清朝有汽车，皇上八国联军撵着啊，八国联军开的是明 A 的，哦明 A， 知道隋 A 吗？隋朝吧，秦 A， 秦朝女娲 A， 嗯，盘古 A， 什么都不懂，知道秦 B 吗？秦 B 蒙不了我、啊，嗯，这脑筋急转弯，秦 B 啊，秦始皇时候的钱币，不对，怎么呀？秦始皇那会儿的出租车，哎，我听的都新鲜了 ，B 吗？哎，知道秦欧吗？秦欧啊，不知道。秦始皇那会儿的警车呀。哎呀，您就别胡说行吗？咱什么都不懂，咱正胡编了。快过年了，嗯，哎，开着七手的奥拓，去年的事儿，准备走亲戚。那过年都得走亲戚啊，我带着自己的媳妇儿轩然。哦，对，跟自己的父母呢说一说。我媳妇儿叫轩然是吗？对。怎么起这么个肉头的名字呀？你丈母娘起的。哦，我丈母娘起的。对，你丈母娘叫什么呀？有容。我老丈杆子呢？波霸。没听说过什么叫波霸。就轩然呐，这好好的啊。他媳妇叫轩然。哎，带着自己的媳妇轩然跟自己的爹娘告别。哎，我死去是怎么着啊？什么叫死去？什么叫告别呀？说声再见。干嘛呀？走亲戚啊。那话别着，没告啊，跟自己爹娘说一声啊，说打个招呼。上石家庄找自己的后爹去。嗯，这一切都安排妥当。没不妥当。我跟我父母告完别，嗯，我上石家庄，嗯，看我后爹去。对，那我家里这个算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忘了说了。是这么乱呢？是这样、他的父亲跟他母亲呢结婚的时候玩了一个游戏叫捉迷藏，是吗？这什么游戏呀、啊？这叫捉迷藏。哎呀，你父亲呢藏起来了，是吗？你母亲找了三天没找着，就改嫁了。哎，是吗？我妈就等三天，你找了吗？后来你这个父亲流落到石家庄，家里北京这个是你亲妈和后爹，石家庄是你亲爹和后妈。哦，这两对还真乱啊！哈，哎呀，跟自己的爹娘告别。上石家庄找自己的后爹去。哦，开着七手的奥拓，嗯，很高兴啊。这还高兴、啊？哎，一路西去，这不就死去了吗？我说死了吗？什么叫西去啊？往西走，往西行，知道吗？然后再往南。哎，对，后啊，兜着脚兜的，京石高速啊。哎，对对对，石家庄嘛，快上高速了，嗯，得取票，知道吗？
哎呦，这个词汇用的还糗票啊！我是偏县的呀。哎，对，行。到你们这县境造东西了，我看。这糗一票啊！啊，糗票吧，高速票。嗯，知道吗？刚要糗票，他媳妇说了：“我媳妇，老公。”哦，老公，老公。哦。我打个电话，我打个电话，打个电话。我媳妇怎么这么浪不劲儿的？喂。啊、嗯。哎妈，那什么，我要走了。我们俩这趟回不来了。我要走了，我要去石家庄，看我后爹去。哎，你别说了。什么？你要跟我说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什么秘密？啊、嗯。你结婚的时候玩了一个捉迷藏。哎，行了。没有啊。啊，这个我不听了。哎，啊，我不愿意听。啊、嗯。他扯完了票要走。啊、嗯。他媳妇说：“等会儿，等会儿。”妈，还等我走吧？妈，我走了啊。干嘛等会儿啊？对呀、啊。走了。开着聊。后边车催呢。对。等会儿。妈，我再跟你说两句。你开着车聊啊？干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吗？嗯。过了收费站算长途，你不知道吗？嗨，过得太细了，这也。别废话。哎呀，走了。走吧。哎，开车走了。嗯。往京石上走。啊。开着开着坏了。怎么了？出了点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爆了。你要死啊！我这有点含糊，车爆了，人爆了，都不是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事儿，胎爆了，爆胎了啊！哎呦，爆胎了，爆胎的，看，当，爆胎了，把这爆什么上了？哎，轩然啊，你去看看是不是爆了？轩然，别提这个。行，行，老公，我去。嗯，但是你是不是得停车呀？嗨、哎，这两口子缺心眼儿。停完了车，轩然下去，往左后一看，哦，我这后边，老公，啊，你来怎么着？怎么着？真爆了！哎，行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嗯，爆胎了，开不了了，怎么办呀？他媳妇很聪明，我媳妇聪明人，他媳妇抱起轮胎，啊、他踩起油门走。哎，对，您等会儿吧，您等会儿吧，没有，损不损呢你？怎么了？那是汽车啊，我媳妇是肉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这踩着油门走，我媳妇抱着轮跟着跑啊。你怕轮毂坏了啊？哦，怕轮毂坏了啊？我媳妇坏了怎么办？她这抱着不全磨没了吗？胳膊一会儿，那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呀？没有这样的，推着吧，得推着走，没有抱着轮胎走。哎。把轮胎放那儿，他媳妇上车、哎，谁推呢？这两口子缺心眼儿，这是。你媳妇推，媳妇推就推吧。啊，不好推，追到下一个服务区。哎呦，到那一瞧啊，嗯，买了一个气筒子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这不缺心眼儿吗？这不怎么了？我这服务区有修车的，嗯，补个胎不就完了吗？修车的放假了，快过年了。哎呦，这寸劲儿。嗯，那买气筒子管什么用啊？打胎呀！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什么叫打胎呀？你胎爆了，你不得打胎吗？那不能叫打胎，那叫打胎。不行，这不能唱，这就是给打胎气。哎，没，那不什么都完了吗？啊，就是。给胎打气啊！对对对，您说清楚了啊！就打胎挺好。不，我顺嘴啊。对了，我不行，知道吗？那我就这么说，你把我怎么着？他不能把你怎么着。嗯，就打胎气。呵，打胎气，哎呀，打胎。您行了，您稳住了。不好打。废话，朋友们，这个胎爆了啊，跟那个扎了是有区别的。对呀，不是爆了，它窟窿眼大，它炸开了啊，不好打。哎呀。是吗？废话，打得进去吗？哎呀，废话，哎呀，这胎还够费劲的啊！打四十分钟啊，开五分钟，哎对，嚯，那打什么劲呢？那个，猛打，打四十分钟，赶紧上车走，踩油门走。哎呀，走了得有三五分钟，轩然，是不是没气了？哎，还用问呢、啊？老公，老公，那我去看看吧。哎，好吗？我的媳妇有毛病。好，你看看。来看看，好嘞，看看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这边胎我干嘛让他看呀、啊？
他要不下车，我这么开着，回头看一眼不就完了吗？你非得趴在我身上干嘛呀？你看不见呢。废话，他挡着我是看不见。你看不见，没听说我就回头看一眼就完了。他媳妇一瞧，老公，真没戏了。哎，大哥，他逗闷子呢，俩人还接着打吧。哎呦，打五十分钟啊，能开四分钟。哎。都减半了，都快越来越大那眼儿啊！废话，越打越大嘛，好吗？好家伙，简短截说，第二天晚上啊，到了保定了。好，第二天晚上啊，哎呀，到了保定了。嗯，哎呀，这打的他媳妇都不行了。对，你要老这么打胎是受不了，一直处于打胎的状态呀、啊。我、哎啊、媳妇还真好身体，嗯，他媳妇不行了。是不行了，哎呀，还是有后劲，累得快死了，哎呀，喊他去了，嗯，老公，老公，你去躺会儿吧，我都快死了，对对对，都黑了，都打的，你看看，天都黑了，啊，行，我去打会儿，我去吧，哎，你坐坐着，嗯，那什么。气管子在哪儿呢？啊，气筒子呢？就在后边呢。说后边。后边哪儿啊？哪儿？就那个红棍儿，就是。哦。红棍儿。对。怎么红棍儿？都打红了。这难为我媳妇儿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快死了。那废话，都烫手了。到了保定服务区了。他很聪明。我什么聪明的？想出一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叫快递。哦，对，我这是聪明了。嗯，这不马后炮吗？之前我干什么来的？那我哪知道啊？哎，这嘿嘿，您有理您。叫快递。嗯，你要别说，快递还挺快。废话，快递嘛，五分钟就来了。五分钟就来了。哈，我可能高速过了一夜了，知道吗？说的是啊，送了一个轮胎。亲，这送快递够贫的啊！这只胎是您的吗？啊，这只胎，哎呀，啊亲，是我的，嗯，亲，需要我来给您换上吗？亲，要不亲我一下得了？好吧，好的亲，好的，这不说亲不会说话呢。三分钟换好了。哎，对，对我走一宿，我这是。换好了胎、嗯、快递问他了，问什么呀？亲，嗯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您问吧。您这个车有备胎吗？废什么话呀，当然有了。亲，算我没说哦。我这不缺心眼儿吗？我亲，请您交钱吧。哎，好，还要钱呢、啊、这个胎钱。嗯嗯、一千六，怎么这么贵呀、啊？一说一千六，他媳妇快疯了。我媳妇听不得这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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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嘴疯了。一千六啊！我打胎用得了一千六吗？我打胎打了一天一宿了，你给我好好说话行不行？胎气都快打没了。打车胎啊！你收我一千六？哎呀，你疯了吗你？没有。我媳妇挨死的样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啊，行了。这位女亲，你、哎，你要亲我媳妇，我抽你，我告诉你。这位女亲，我是一个快递哦，我也不容易啊，上面明码标价一千六，请您付钱的，亲。付吧。没有，您别这么样，行吗？这样不是办法呀。对呀、啊。最后他媳妇说了，嗯，我出一个主意、啊、我给你钱行啊，但是你得有设备。我能刷卡吗？哎，高了。高速上朋友们。哪能刷卡呀，是不是没现金。亲啊，可以哦。哎、啊、我这有 POS 机哦。随身带着呢。不是。哎哎，没办法，朋友说不打算给钱，那得给人刷了啊，给人刷钱吧，刷。哎，一千六，嗯，人家这个快递呢，骑自行车要走，骑自行车要走，哎呀，哈、啊，
骑自行车都比我车快，我告诉你。后边两口子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难受。这是乱不着人家。哎呀，不行。嗯，老公，怎么着？撞死他！撞什么媳妇儿？这是？这不叫坏吗？这不撞死他，像话？气我怎么行呢？哎、啊，引起了我轩然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，快出事儿了。嗯，撞死他！哎呀，哼，媳妇，你说的对。别就应该撞死他，没有这么说的。我撞死你！哎呀，我要撞死你！哎呀，朋友们，心里是这么想，哎，不能这么办。真撞上了，哎，把人撞了，当撞上了，哎呦，快递撅那儿了，保持着骑车的姿势，撅那儿，车没了，啊，车没了，快递，这回好，就剩亲了，嗯。定在那儿了，定在那儿了，傻了，废话，撞着了，一分钟以后吧唧躺那儿了，这还死缓，晕菜了，晕菜啊，这一晕，他媳妇说呀，老公啊，这个亲怎么办呢？别学人家了，这个亲怎么办呢？你们撞的，你说怎么办？正说着呢，打那边过来辆警车，来警察了，哦，怎么这么寸呢？多么的棘手，朋友们，怎么办？这桥你怎么办呢？他很聪明，我聪明，把快递顺到自己的车底下，上半身在车底下，啊，腿在外头，那管什么用啊？刚弄好，啊，警车过来了，是吗？下来一个警察，同志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哈，修车呢。高了这招，修车呢？嗯，修车怎么趴那儿了？脚冲下呀！啊，嗯，那什么，他媳妇过来了，同志，他看看漏不漏油，漏油往地方看什么的？没事，等您的。哎呀，好，那，修车的就没事。这个同志好糊弄。我问问您，从这儿到石家庄需要多长时间呢？哦，警车问道。啊？那得看什么车。这话对，嗯，像您这个可能40分钟就到了，哎，我这个可能还得几天，哎，我度蜜月来了，说不好，没有 啊，好，谢谢同志，再见。警察走了，我还真好糊弄，嘿，他媳妇儿把这个快递扽出来扔掉，这都不管人家了，哎，我媳妇儿忒万恶了，开车往前走，哎呀。开始高兴了，这还高兴啊！不用打胎了，哎，这倒是不用受那个罪了。哎呀，他媳妇说了，嗯，老公，听音乐吧，老公。哇，还有这爱好呢？你想听什么歌呢？啊，嗯，因为爱情吧，嗯，还爱情对。好的，老公，嗯，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你等会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。你等会儿吧，哎，简单的生长。听音乐，不是车上放的那个。对呀，听音乐就我媳妇自己唱啊。对呀，清朝的车哪有音乐啊？哎呀，我媳妇还是爱劳动，自己主动问的还得。嗯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好，在那桃。盛开的地方，会的还真多。老公，咱俩一会儿啊，后边还有。老公，这句是我媳妇说的，这句是我说的。老公，你说是阿童木快呢，还是超人快呢？就是开车没事闲聊。我觉得吧，嗯，超人快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超人裤衩在外头。嗨，是吗？没有这个话。超人快，老公，我觉得阿童木快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阿童木是一个胳膊，一个胳膊，冲啊！一个胳膊。哦，风阻小。嗯，而超人呢，俩胳膊。哦。嗯，阻力大。是吗？嗯，阿童木快，超人快。哦，超人快。阿童木快。俩人搬杠呗。超人快，阿童木快。俩人没事干，当！怎么了？撞树上了。
也是，我双手撒把了吗？我撒把了，哎，得了，撞树上了啊！好家伙，当掉沟里了。这树还挺结实，把我甩沟里了啊！掉沟里了，半天他媳妇才醒来。哎呀，还保持这姿势呢，老公。哎呀，老公，你活着呢吗？还有这心思？我活着呢。活着呢，我一点都不怨那俩人。老公，哎，我说阿童木快吧、哎。行了，我在你头了。对，您在我头头飞出去的是吧？俩人飞出去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从哪儿飞出去的呢？啊，挡风玻璃那儿，从前面撞出去了。啊，哎呀，阿童木快。行了，哎呀，两口子站起来，摘玻璃。哎，哎呀，俩人还挺稳重，你看了。哎呀，还互相宰呢，行。相亲相爱吗？哎，没有，你不比划这不好吗？你们再看这两口子写字，字，哎，字，宅了半天，哎，总算是没事了。对，把车抬到高速上。我这车俩人抬到高速上，也难怪，亲手的奥拓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别整掉门，朋友们。挡风玻璃可是没了，废话，什么都没了，前面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我聪明。愣开。哎，嗨，这叫什么主意？这叫愣开还得。愣开。哎，开了没有十分钟，嗯，轩然说了：“我媳妇儿，老公，老公，啊，老公，那什么，是因为我没有护心毛的原因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冷。哎”哎呀！哎，谁那样都冷，知道吗？你废什么话呀？哎呀，我有护心毛，我也冷、哎。谁问你有没有了？大冬天没有挡风玻璃，你受得了吗？这不是你让开的吗？这个，老公，我可能得死在高速上。我冲你这阿童木，我得死高速上。老公，那什么？嗯，等我死了。怎么着？你在灵堂上给我放一首歌行吗？哦，还有这个遗嘱了，还放一首歌啊？什么遗愿？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何日君再来？你这不招我去呢吗？你疯了？什么叫何日君再来？我可能也得死这儿。哎呀，我怎么了我？我要是死了、啊，你在灵堂上给我放一首歌吧。啊，我要什么歌？嗯，把悲伤留给自己，咱多高尚。对，我死了。老公你，老公你太缺德了。怎么了？你听歌词啊。什么歌词啊？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还是让我跟你走啊？我这还是爱你。老公你太缺德了。哎呀，不过老公我依然爱你。行行行行行，您再跳又出去了，知道吗？俩人都快成冰棍了，还调情呢。这是调情吗？这哎呀，越开越冷，越开越冷啊！挡风玻璃没有啊？对呀、啊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想出一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咱后边不是有快递的那个箱子吗？哦，送轮胎的。轮胎那箱子啊，咱给挡这儿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老公，我太爱你了。你别爱我，你别爱我了。可以啊，不是，那箱子挡着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说的是，那还美呢。哎嘿，都弄好了、嗯，把箱子都弄好，往这一贴。待不住啊！废话，怎么办？他站在车上头尿了泡尿、哎，没有三分钟冻上了。好了，哎，这也是浇灌着，吹不下去了。对，拿尿冻上管什么用啊？哎，可是朋友们，看不见路啊！废话，你才知道啊！怎么办？他凭记忆开车。哦，我原来认识的道不是。那什么叫凭记忆啊？把脑袋探出去看一眼能开三秒钟。我这开眼开三秒钟。对，哎好，哎看看看，别使劲了。哎呀朋友们，嗯，就这样堵车了。得亏是堵车了。堵车了、嗯、这开我就死路上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接车呢？怎么还堵车了呢？下车一打听，原来呀，啊，一辆拉猪的车翻了。
哎呦，出事了！哎呀，满高速的猪啊，朋友们，他多热闹，全都是猪啊！哎呀，好多个警察在高速上跟那乐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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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乐，警察都乐乐乐了。他太高兴了，我高兴什么呀？哎呀，猪！我怎么了？我亲人呐！哎，猪！没听说过。轩然，你等着，干嘛？我一会儿给你一个惊喜。这什么惊喜？他下车去逮猪去了，逮一个猪自己拿走。哎，哇，逮了一只猪，我还有这心思。过来，车门拉开，咚，放在驾驶员那儿，把猪塞在那儿了。猪的俩前爪搭在方向盘上。好，再看轩然啊，眼神也不老好使的。怎么呢？老公，你回来了，老公。您瞧清楚了行吗？老公，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呢？老公，怎么也不说话了呢？你没有呢。老公，你听歌吗？老公，我听什么歌？我、啊、因为爱情。别去，老公，臭缺德，多冷啊！怎么把衣服脱了？老公，行了，您这什么眼神啊？这是怎么背心也没有了？老公啊，我摸一摸，别摸，毛都硬了，冻的吧？那是我们那个，冻死你，臭嘎嘣的，穿上衣服啊，老公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穿上衣服啊，老公，怎么把衣服脱了呢，老公？有这个娘们儿，我何愁不死在路上？我告诉你，什么把衣服脱了，老公？行了行了，你还哼是什么呀？谁哼着了？那是猪啊，那是我呀，瞧清楚了我。我都问你半天，一句话也不跟人家说呀！废话，他说得了吗？老公，行了，别叫老公了。再看他，嗯，又逮一只猪，我还真能逮，逮吧，嗯，正逮着呢，警察过来了，啊，一把给他摁住了，啊，野猪也行，哎，没听说过，你们家猪穿着衣裳呢？别废话，啊，我是人，哎呀，我是人，对呀，警察说了。怎么证明你是人呢？这不混蛋吗？我都说话了还怎么证明啊？我会说话。对呀、啊、八戒吧，没听说过，会不会聊天啊？怎么证明你是人啊？跟我来。干嘛？跟我来，我还得证明一下。哎，上车呢啊，刚要开门、啊、看他媳妇，老公你说话呀，老公。这个娘们儿什么把衣服脱了，老公多冷啊。没，那不是我。开门，警察，嗯，看没有，嗯，看没有，怎么？警察过来瞧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猪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儿子呀！你玩去，那我不还是猪吗？那个，他很生气。废话，能不生气吗？轩然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，哎，这娘们这个眼神啊！老公，是你吗？你是谁？幸亏没有跟你睡觉，讨厌。哎呀，这娘们儿，他把猪抱到后边，哎呀，开着车要走，警察就把我们放过了，放过了，拿我们正当一家三口了，很开心呐，还开心呢，我很 happy 呀，你别 happy 了，我，哎，这会儿呢也通了，哦，路通了，高速上也通了，哎，哎，拉猪的车也走了，哎呦，朋友们，怎么了？坏了，忘了一只猪，不在我车上呢吗？瘸猪，瘸猪，忘了一只瘸猪，腿瘸了。嗯，哎呦，左后没有了。哦，哎，这是我那车吧？不是，就是猪。哦，那猪腿左后瘸了、哎哦，三条腿的猪。好家伙，这左后没了。这警察愣没逮着，够笨的。而且呢，右前不怎么好使。这猪跑得挺快，你知道吗？这猪啊，您这猪就两根棍儿，这好看吗？哥哥，就这样，我给你学学啊！你别学了，行了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也不能使。你还不如猪好看呢，你跑得挺快。哎呀，他一瞧高兴了，那是吗？轩然啊，看见没有？怎么样？瘸猪。瞧住了，老公，老公啊，逮他，逮他，逮他啊！嗯，逮着他以后啊，哎，送礼，这还送礼、啊？四条腿啊，给你亲爹后妈一个，后妈亲爹一个，怎么样？这是四条腿吗？这就三条腿。哎，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那也得追呀、啊。哦，你踩油门，哦，这个猪，啊、哎呀，多热闹！朋友们，啊，追了仨钟头没追上，我这车还不如一瘸猪呢。关键是你得凭记忆开车呀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行了。这猪拐弯了，我还撞墙上了，那可不吗？哎呀，简短截说，嗯，第三天下午，哇，好，总算是到了石家庄了，还不易啊，到了石家庄，得那个交条啊，对，交条，把条交过去，售票员拿着条，这位同志，啊。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吗？您甭客气了，你说吧。哎，你说说没关系。哎，您是从北京来的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要到石家庄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从北京到石家庄，2个小时的车程，您怎么走了3天半呢？他哪知道我路上多忙啊？您在高速上都干什么了？啊！哎呀，这会儿他媳妇说了：“嗯、老公，老公，你走开！”啊，我跟他说：“啊，你跟他聊。”我跟他说：“啊，我们在高速上，我们打胎。哎”这，我好好说行吗？嗯，打胎气。这、哎，叫快递。哎，这，嗯，怼快递。哎，这就别说了。嗯，唱歌。哎，对，逮猪。哎呀，逮瘸猪。这，嗯、啊，别同路。好家伙，这没羞没臊这个劲儿啊，翅膀风玻璃等等等等，对还等可开心可开心了，对，哎呀，好吧，算我多嘴啊，人能听明白我都那个，我告诉你，交钱走人，哎呀，交完了钱走人吧，啊，哎呀，总算是到石家庄了，是可到了，太开心了，是啊，猛踩油门走吧，啊，走你，嗡，那你这道不就，朋友们啊，这车是越开越快，越开越快，哎呦，都不凭记忆开车了，嚯，猛往前窜，猛开，哎呀，越开越快，越开越快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当，怼进了一个农家院，开进去了啊。哎、你媳妇儿腾从挡风这个纸壳儿那就出去了，啊，这真不好说。从挡风纸壳儿那砰就出去了，我挡风纸壳儿尿那出去了，整落到一个猪圈里啊啊！他媳妇儿半天才爬起来，是吗？爬起来以后揪住一个猪的脖领子，啪一大蹄子就过去了。干嘛呀？孙子又把衣服脱了，这个。